你将阮家土地全部去换股票，你敢知影妈将阮甲你有偌好的关系啊？就算你无管土地咧，伊嘛是你翻译给你安插一个快递咧啊！阮母亲到底是爱你多一点的啊？多几块啊，唔值钱的地尔，砍头去干呢？你阿爹，你是带一个无路用的卡车来糟蹋人家，是无啊？少爷，叫你起来。给我来了。你只要教我以前看伊可怜。定来饲食物件，后来我无必饲啊，伊煞搞好歹。你别人哦，你有教材用，你有教的方法。局长啊，就算讲水果唔知人，也不应该困张少爷的查某，敢毋是？这若传出去了，你阁当小姐要安怎做人？我嘛唔知影是发生什么代志来安尼。代志我已经发生啊，我看咱也是点点要处理，你讲对无？哎，老师啊，好啦，阿不你看，你爱偌济钱，我给你啦。我无爱，安那有一个较趣味的。